俊岳还有国豪他们也带着祝福气球来一起迎接，准备好了吗？一起倒数 3, 2, 1 play ball。 哇，恭喜，如非可不期所愿，非常感动的画面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。富兰哥跟我们太太，我们两位啊，自己有没有比较这一次的在台湾怀孕是预期之中的事吗？Yes, yes, we are all planning when this year starts. I think for me,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baby come like a healthy, but my heart said like a girl. I think scared. 待会呢，打出来的粉末如果是蓝色，就是男生；如果是粉色，如果是粉色，就是女生。准备好了吗？一起倒数 3, 2, 1 play ball。哇，恭喜，如非可不期所愿，是一个 baby girl。 欢迎大家来捕捉这幸福的画面，一起将我们的祝福送给非可不期党。那我们也有请我们悍将的队友们来送上祝福。哇，非常感动的画面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。那我们一起来到中间来跟我们的非可不期党来合影，太感动了，看到两位喜极而泣，相信这个回忆是非常难忘。哇，队友还说因为是女生所以要星巴克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前方好吗？好，那么我们一起看前方媒体朋友哦，很难得可以在球场为我们的选手来举办这个宝宝的性别派对，希望大家可以祝我们 Franco 的夫妻档有很棒的回忆，也希望这个宝宝可以顺利来长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